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了。祝你前程似锦。一个字，像把皮给我。啊啊、皮肤过敏，退货吗？退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怪话吗？还怪吗？太好吃了，下次再骗一个。我操，连你的心都变，关注个锤子哦。听鱼话吗？一煮油退货吗？我操，松心吧，话吗？给个面子，我是大马猴。老板真傻，下次就变一条大的，连粉丝都变，我操！鱼子酱画吗？真香！再来一坨，还有吗？呸！把鱼尾给我。给狗狗先吃，狗都不吃，推我！哎呦我的妈！